我和一个陌生人领证了，太好了！现在咱俩谁都不用被催婚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对了，我要出国了，这张银行卡里有100万，一码六个零，想要什么自己买。啊，拜拜。你这婚结的，婚后一年面都没见过，钱给到，人消失，完美老公。所以你就用结婚证盖泡面啊？这名字和照片都花了，你还记得你老公长什么样不？管他呢。哟，那啥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要去面试了，拜拜。你好，我叫江十七，是来面试的。不是江地瓜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忘记改了，这是我曾用的。地瓜，一听就是乡下来的。就你这样的货色，也敢跟我抢总裁助理的位置？总裁到了。总裁，好帅啊！这人好像在哪见过。总裁，面试的人到了。他怎么有点眼熟？你叫什么？江十七。十七，是我想多了，我夫人叫地瓜。总裁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爱心便当。总裁秘书，就十七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有歪心思的人。这老板还挺正直。喂，再不带孙媳妇回来，你就没有我这个奶奶。行，奶奶，我今天就把她带回家。你去取我给夫人准备的小礼物。3000多万的海洋之心，这叫小礼物？霸总都是这么宠妻的吗？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别以为当了总裁秘书，你就有机会勾引总裁，总裁迟早是我的。没事吧，姐妹？总裁跟他夫人天生一对。哦，他们还会一起出席商务宴。我觉得像你这种小垃圾，往边上稍一稍。我看你才应该靠边站吧，我倒要看看像你这样的土包子是怎么出席商务宴的。到时候给总裁丢人，你就等着滚蛋吧。我打了10万火气，要不然我就不会打扰你约会的。月底总裁商务宴，我穿啥呀？正经的，总裁应该很帅吧？不会爱上他了吧？想什么呢？我都结婚了。哎呦，快！总裁，去查，夫人就住这里。您找谁啊？老公，谁啊？抱歉，走错了。总裁，您竟然被绿了。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什么？那个扔的。哎，这个跟我们老板那条项链好像啊。肯定是假的。这条项链真好看，跟你那条裙子绝配。真的吗？我最近加班熬夜吃甜食，这段时间外勤还被晒黑了。你看我这皮肤又黄又糙，穿裙子肯定不好看。啊，你俩上周不是去了海边吗？你为什么没有被晒黑啊？全靠这俩呀，水质靠果酸沐浴露，六重果酸，温和剥落老废角质。你快去试试。走。哇塞，我的死皮都不见了，而且摸起来好滑呀。这个水之口美白身体乳我知道啊，去黄提亮很有效果，而且里面还有5%高浓度烟酰胺，比面部美白精华加的都多，还有2大去黄成分，坚持使用14天。对了，给你看我的成果，今年全新升级，不仅让你白，还让你透亮白，质地呢也是一抹化水，每天涂都不黏腻的，现在你早晚各涂一次，绝对让你上午宴美得出众。快给我试试，给我试试。哦，好滑呀，好美啊，好滑呀。江十七，你竟然敢偷总裁送给夫人3000万的项链，你发什么疯呢？这是我捡的，是假的。不，这是真的。不是，这上面有我家族姓氏的刻字，确实是我送给夫人的项链。怎么会？听见了吗？你是脏贱货，江十七，你是等死吧你！但江十七就是我的夫人，所以他戴这个项链有什么问题吗？既然他有别人了，我会去跟他提离婚的。原来之前是我误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总裁是我的。所以，你是我老公？夫人，好久不见。